理智是投资者最基本的要求。投资就像坐飞机，无论飞得多高，最重要的是安全落地。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金钱，而是时间，更重要的是要有职业底线。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，就必须把自己变得不好对付。只要你想，就会有路。有的时候不是光靠进攻就能取得胜利，以退为进，你才能看到更多。让自己成为一个不用受制于他人，让你的身后站满千军万马，真正意义上的逆风而上。